跟住呢一题啦，我哋有 x 加一啦，再乘翻括弧 x 二次加 x 加一嘅。咁我做翻个展开啦，咁我哋咧就直接爆开佢啦。咁所以咧就会有 x 嘅三次啦，再加 x 二次，再加 x。再加 x 二次，再加 x， 再加一嘅，咁呢度做翻啦，就系将个 x 咧各自乘入去，系啦，咁你就会有头三项啦，然后将个一咧又各自乘入去右边嘅嗰三项嗰度，咁所以最终你有六项嘅，然后就将同类项咁 group 埋佢啦，咁例如我哋会有x 嘅三次就冇啦，咁但系后面嘅我哋见到咧就系 x 二次大家都有噶喎，咁所以加埋佢咧你就有两个 x 二次啦。咁跟住 x 又係啦，大家都有一個嘅，咁所以加埋佢咧就加兩個 x， 再加一啦，咁所以答案會係 D 嚟嘅。